慢呢。太冷，然后我吐槽了一句，消暑了。现在直播开始的第一秒，咱们说举起我的雪糕开吃。我还以为你说要看哪个人是第一个。没有，有人第一个。嗨 ，QQ 晚上好。嗨，朴子哥，第一个是 QQ， 第二个是朴子哥。朴子哥，你虽然打弹幕是第一个，今天在六六家，咱们先吃一个六六的雪糕。不是，我跟他们都说你是六六。晚上好，阿九。晚上好，雪上。晚上好，晚上好。QQ 打的比你慢，对的 ，QQ 打的比你慢。QQ 他喜欢潜水。晚饭，嗯。我看这个会对你影响？不会有影响，你随便。哇哦，对，是奶砖，是 QQ， 不是，是不是，是六六给我的那个雪糕，我俩一人一个。晚饭吃的寿司，金枪鱼寿司，赞赞赞！有个消息想跟我说，说吧说吧，什么消息？晚上好，月色清香，晚上好。嗨，小妮，晚上好。今天开的比较晚，所以说可能赶上了。晚上好，你感谢吗？这是我今天去发根洗完然后熨的。看不出来，真的。不要去他家，不要去他家。不是，因为他刚熨完的时候，但主要我今天淋了雨，然后刚才我把头发给夹上了。谢谢小妮送的巧克力，主要是你知道吗？我没看出来，我主打的就是不要去他家。是的，主要是现在不是着急吗？我靠！嗯，怎么说？烦，谁看？那你一会儿要再洗一遍头发吗？不洗了。好的。我就是因为懒，所以才去外面。我希望就是，睡一个晚上应该能好点吧，因为明天我顶着这个头发去一班呢。哦，对对，确实确实。不然我今天那个。那你明天得洗头。我今天洗了头，我明天难道还要再洗吗？哦，也是哦。可是后天不毕业典礼吗？全校的。哎呀，毕业典礼这个东西，反正也要戴那个学术帽的。也确实。是吗？嗯，谢谢小妮送的四个巧克力，谢谢小妮。我现在看看他戴的说什么，吃的什么雪糕，吃的德式奶砖，准备大胆一次，想和那女孩子表白不流汗，加油！我朋友说不许吃，加油加油，你可以冲一下。晚上吃的什么？晚上我吃的是寿司。反正我吃完了。你有本事你让我吐出来。嗯，喜欢这种雪糕，我也喜欢，我还喜欢吃那个雪顶咖啡，那个也好吃。嗨，小白，晚上好。嗨，小白，天哪，我吃这个雪糕的时候好正经。你不想碰到口红？好，谁懂？以后我就走这种就是。谢谢小白送的巧克力。涂不好口红的风格。涂不好口红的风格是什么风格？就是。永远都是口红会溢出来啊啊！主打的就是一个，主打的就是一个白莲花。嗯，说话的谁说话的是我的朋友，不是八的。说话的是六六。我说了不下去。世界上最可爱的。我说不下去了，来吧。上好。真的笑死你这个朋友适合讲 MC。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东北人都比较能讲？谢谢小韩送的99个荧光棒，哦，99个自一队的荧光棒，谢谢小韩。难道小韩也想让我去自一队？他们说快让你跟我一起讲 MC。MC 是什么？嗨，晚上好，星辰大海限定。你快跟他们讲这事情。对，我朋友那个每天都说他要去玩 MC 了，跟我讲他要去玩 MC。然后呢，我说 ，my C 是吧 ？my C 是什么东西？你要去玩吗？他们告诉我推六六了，他们要喜欢你，可恶！啊、对，我的世界，对对对。好，都来推我，我要把他的粉丝都抢走。可以，可以，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同意，他们不同意啊。Yes， 我就是最好看的。你朋友不是河粉吧？不是，不是。但是我朋友会唱鞠婧祎的《恋爱告急》，恋爱告急，还是算了，别进团，快逃！小点声讲话，家人们，来想你，干嘛？怎么？是这样小声？怎么小声？他们能听见吗？这么小声可以吗？家人们，这么小声可以吗？家人们能听到他讲话吗？嗨，晚上好，晚上好。斯巴电视剧怎么这么长一个名字？嗨。超喜欢恋爱高级，
原本青春时刻想唱恋爱高级的，但是太多人跳了，然后咱们就不跳了。听得见，这都能听见。天真无邪，难道也到了？怎么来着？学会是吧？满个学号容量不够思考，天真无邪难道一言到老，车会祈祷心愿情无遇到，黑屏来电转身不敢逃跑。来你朋友看了你青春时刻吗？我还没有青春时刻呢。干杯。这还这也可以哈，羡慕吧。这有什么羡慕。对，恋爱高级舞蹈很好吧，他还没有开始青春歌。 Yes， 我还没有开始呢。咱们说主打的就是一个那个下个月才开始，多冒昧啊。他拿雪糕跟我干杯，家人。可是为什么吃这个雪糕吃的我满嘴都是？你要纸吗？不要纸，没事。我主打一个，那你就手擦吧。嗯，我主打就是一个埋汰，舌头灵活。8月5号你就去上海了，还可以见到鞠婧祎前辈。真假的？鞠婧祎前辈能来吗？真假的？我到时候给你拍。好的。我知道你也不太 care。 但是有劳了。我知道你不 care。 嗯嗯，确实是、嗯、确实是。哎，你都不知道、嗯、你想、嗯、你完全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对，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现在给我该搞废话文学是吧？你小子跟我玩这套，你根本你就不知道。对，我确实不知道。笑死。你想让我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发现你只要跟我在一起，咱们两个就会像讲相声一样。对呀、啊，你真的，你应该跟我一起，应该一起。我们来一个组合。可以。我们叫同六组。但是不，但是我平时我要是。不直播的话，在别人那里叫六零，六零。哎，是黄姐回来了吗？是的，我一个黄姐，我在直播哦，我再播一会儿。Hello， 黄姐，小播一会儿，咱们不要说奇怪的话。你们这个，对，我在播。你知道我听个什么吗？嗯，我还以为你说你叫六兵，六零六零什么六兵啊？我滑溜冰了吧？麻将的那个六兵。溜冰，那是什么？来讲 MC OK。天哪，我觉得我今天都没跟他们太好讲话。JNR 的小朋友也会来助演，我都不知道什么是 JNR， 什么叫 JNR 啊？你要不拿个纸接着，万一滴下来多埋汰。他不至于，他不至于，让我快点吃。溜冰，对，弹幕都在打。当代女大学生，不要说奇怪的话，确实。因为我怕他进屋来一句，然后我先告诉他一声我在直播。48儿童团，48还有儿童团吗？我一整个震惊。我去吧。行，你去真行，你去当那个大班那个班长，他们绝对可以。很少的朋友。哦，我知道，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像培训机构一样的。嗨 Lucky， 晚上好，晚上好，来了来了。我以后再也不直播吃这种雪糕了，有点那个。嗯，10 20 30 40 50都不如60。 OK， 你现在给我搞这个吧，你别你到时候30的粉丝好给我记了。玉涵唯一的老公，哇，你喜欢徐涵？那你肯定知道我是因为小粉来看我的吗？上海小明星艺术团，哦，小明星艺术团从直播间找到我了。哦，张古一小朋友，那是谁？那都是谁呀？官方背景的什么东西？不是，你们现在讲话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什么意思呀？一饼二饼三饼四饼都不如六饼是吧？笑死，完了，六饼这个梗过不去了，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杀了六六还来得及吗？他不懂的。对啊，我真的不懂，家人们。就是这样，他是有官方背景，就是48认证的呗。这是好阿婆吗？什么叫好阿婆？是 UP 主的意思吗？哎呀，家人们不要说让我听不懂的话，我真的很头疼。
小银星艺术团。行行，咱们换个话题吧。OK OK， 懂了，四八儿童机构就是那个艺术培训机构，明白了。好 ，OK OK OK， 雪糕什么？雪糕是德式大奶砖。德式大奶砖打钱。德式大奶砖打钱，主要是说点我能听懂的。家人们，咱们也是今天是素播。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居然轮得到我沉默的一天。那就给家人们表演一个那个吧。不是，你们为什么总在我的直播间提到其他人，或者说是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别逼我，别逼我，准备去买了，带货成功。OK， 321上链接，上链接。多少钱都没说呢？多少钱？你应该说，仅此五个，仅此五个，不要998，只要不要98，只要9.8。OK， 只要9.8。然后我就说什么9.8。就五个，就今天家人们9.8，就在这个直播间。多钱我都不要，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笑死了，这要不让我朋友来播会儿？你们怎么回事？干嘛？干嘛？都想找我朋友是吧？嗯，没事没事。什么？晚上好，自闭的韭菜，晚上好。还卡吗？还卡不卡？你上次来我的播放，也是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还卡吗？对啊，我本来就想今天少播一会儿就好了，要是如果太卡的话，就一会儿就下了。OK， 咦，嗨，晚上好，9.8几个雪糕？半根儿，半根儿。对啊，大晚上吃雪糕。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9.8半个人，这无良商家全网找不出第二个，冰牙了。谢谢家人指甲陈山林送的鸡腿荧光棒，谢谢你。你是想让陈山林去鸡腿吗？你也想吃？带个货吧。半根，那另半根呢？另半根让我吃掉了。哦，真假的？真想让三林去鸡腿。哇塞，好了，现在吃完雪糕了，咱们可以正式好好讲话了。321上链接，两件齐购是吧？对呀，两件齐购，两件的话就15块钱。这位更是重量级，笑鼠了。今天晚上和六六我们俩一起吃。买两件送你朋友，为什么不送我和侄女共处一室是吧？对，什么牌子的雪糕比我命还贵？这是干嘛？要不来说击毙你吧？干嘛？哎呦，击毙你！我这个水还没喝呢。哦，对哦，你看都是，我去，都是这么多，全是，给我倒点呗，宝宝。啊，给我倒点呗。I love you。OK OK， 咱就说我为茉莉花茶代言。你看，那我这么多，都是这么多，这，然后你昨天喝完的冰红茶这么多，天哪，到了，太贵了，去吃鲷鱼烧了。哎，咱们这鲷鱼烧好便宜，咱们这才2块钱一个。啊，咱这还没鲷鱼烧啊？对啊，在那西塔那边。没去过西塔。我和那谁去，你要不要我给你？就是拿，拿充电宝怼一下这个灯。不用，没事。它快没亮了。没事，不亮就不亮，没事。主打的就是一个随意。放心吧。谢谢小韩送的曲奇奶茶，谢谢小韩。老是偶尔卡，主要是在这边我用的是流量，没办法。如果太卡的话，我可能会下播。想到什么事情了呢？你说说，你想和你前任共处一室吗？分人，
什么分人？人六六味儿比你板正。他们说你的东北味儿比我板正。没有，家人们，其实他普通话比我好。这么便宜给你带过去。没有刻意隐藏自己。对，在朋友家。对。为了让直播本直播间更东北话是吧？为了让直播间的家人们体验到原生态的东北话。对啊，哎呀，东北话其实也挺好的，反正就是。俺们可谓是煞费苦心的。哇哦，三条。是啊，我讲普通话，我也可以讲的啦。怎么说？他说话儿话音听得很清楚。对，那次六六就是跟我说，我那天给他发了个语音，我说我真的受不了一点。然后那天给我发的语音，你说啊，对，你说我真的受不了一点。你现在说话怎么受不了一点了？对，因为原先在这边说话，我会说受不了一点，我不会说受不了一点，就是儿化音已经消失了。之前要分手，冬瓜说你别分手，回家再分。为什么要回家再分？哦，和前任共处一室吗？天哪！说好下课。看到你和徐玉涵的合照了，对我们两个当时那张合照是第三次考核之前。回老家才有儿化音，我感觉我回老家之后儿化音也不是那么多，就感觉还好吧。当时在重庆，哎呦，分人，天哪！主要是感觉你小小年纪感情经历很丰富呢。我测，嗯，我明天得用平板儿，你别让他停过家呢。那怎么办？那明天让他毕业典礼的时候给你拿过去。明天早八呀，你待会问问他。明天早八，咱们明天不早九吗？他明天早八。哦，他明天早八。那不行，我就只能上他家求了。嗯，是。哎呦，明天就要毕业典礼了，家人们，南初第一次谈八个，南初一次谈八个，我才不信。感谢你 ，OK， 可以跟我讲。家人们，明天早上我们9点就开始毕业典礼，然后呢？那个，我要早起，虽然不要起太早，但是也要早起一段时间。喜欢六六的儿化音，听得很舒服，那你去喜欢吧。嗯，去喜欢吧。待会儿我要被撵出去了。不会，我们的感情坚不可摧。笑死了。真的吗？我不信。当然啦。你出去吧。好，我现在就滚出去。我现在就去那个谁家里。嗯，我现在就滚去大悦城。不行。不会，说好了要住这里的。况且是你收留我，谢谢，不敢。怎么办？我现在不说儿化音还不行了。六六一会儿被从自己家赶出去。旁边是谁呀？声音这么好听，怎么回事？不能专注我自己一个人。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你猜是小桃，小桃不在这儿，我现在根本不在中心。求求了，为什么我今天直播的时候有这么多人都在说其他人，或者说什么我不知道的分团，不喜欢这样。再逼我我就下播，再逼我我就四十下播。我说到做到。主要是我就想讲，跟就是日常分享一下而已嘛。不要这样子啊，这样子主播会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哟。梓潼好像瘦了，可能是这段时间咱们那个美颜开大了吧。你吃糖吗？没有。嗯，我说你吃棒棒糖吗？嗯，明天早上吧，明天早上不想吃东西，吃个棒棒糖好了。嗨，老妹儿，嗨，晚上好。老妹儿。因为他叫我老妹儿。那可不行，没有你可怎么活呀。主播的新粉么么哒 ，OK， 我发现了，但是你那天来过一次，昨天好像不是，你应该是前天还是大前天？谢谢别猫扎嘴送的巧克力，谢谢你，别逗你胡萝卜。晚上好，怎么样？心情好点没？早上吃棒棒糖，对，因为今天晚上吃饭太晚了，我肯定明天早吃不下饭了，就明天浅浅吃个棒棒糖就好了。主播你是新粉么么哒六，你是新粉，那我就是我还没出道。晚上好，尤玉轩，晚上好。昨天刚来你就下播了，对，就是我平时其实直播的话，如果在家会早一点。新粉加二，好吃啥味儿的棒棒糖？宝贝，是啥味儿棒棒糖？橙子的。橙子的，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吃橙子味的。没有别的了。
好吧，橙子就橙子。OK， 为什么为什么东北人叫所有人叫老铁？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谁会叫老铁呀？对呀、啊，谁出门见面叫个老铁，那不吓死人？小韩，你也来装新粉是吧？你们都是好，反正我出道还没到两个月。我也是彤彤姐姐的学生。嗯，好。今天才认识彤彤姐姐。嗯，好，嗯哼，你怎么叫别人宝贝？我叫了他四年宝贝，我现在还不能叫宝贝了吗？荣梓彤不爱的味儿，确实我没有那么爱吃橙子味的。咱都叫哥和姐的，对，我其实我一般叫大哥是明显不耐烦了，就是如果说这个有个爱路的啊，然后咱们说大哥呀，离我远点，就这样，纯路人，你确实是路人，我知道，你也是亲分 ，OK， 都熟悉，好，老好看啦，那必须的，我可能要开始了，可以叫我姑娘吗？干嘛叫我姑娘？你就叫我美女就好了，旁边是素人。旁边不是合理的，不要对他太多的那个压力啊。不要太，我可以开始了吗？开，你随便。嗯，你说的是快手里面的东北人叫老铁，我不知道，我不看快手，没有快手账号，也没有快手 APP， 可以转。你，我发现真的，你不要总是这么逗我，我这样真的会不开心的。大哥，你让让行吗？确实是叫小妞，可以。嗯，老铁，你那都说是快手了，对呀、啊，现在是口袋。旁边小姐姐有唱歌业务吗？我不想说了。好，我会不开心。嗯，咱们就是说，大家可以在直播间 cue 我，但是这毕竟是梓彤的直播间，没事我们不要让他太过于困扰，好吗？谢谢大家，笑死了！谢谢大家对梓彤的支持，他爱你们。你替哎，你替我直播来，你替我。哎呀，就是有时候你就是在我明确如果说了一遍、两遍、三遍之后，如果再要我这么样式的话，我可能真的会不开心。反正就是我不想，如果我不开心的话，我觉得分那反而不多，是不是？那你们要是想听的话，就去别的那里，也不是不行，是吧？对呀、啊，就是，这只是我和我朋友之间那什么。我知道你们后边打括号什么的，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好了，换话题。好，那你替我隔空去揍好了。就是人都会有脾气的，怎么可能会没有脾气呢？只不过我有时候是因为在直播，然后有些话不方便说而已。好啦，想到什么呢？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今天回来的路上雨不是很大，感觉这个还挺开心的，可以带心情出战，带上你教练替保护我是吧？那天看见你的超话了，等我扔个垃圾。嗯，没事，扔就那一个垃圾。上学暂停，徐飞在吗？徐飞是谁呀？怎么了？上学暂停，让你去惩罚让小龙不开心的人。别问了，我挺无语的。怎么了？他这上弹幕里头，你看他们都在说什么奇怪的话。看多，上学暂停。你也是挺无语的，就是。我知道，因为你是徐誉涵的粉丝，所以说我才一再的容忍你，不要再让我说一些，不要逼我做一些什么事情。没事，我截个图吧，我给徐誉涵发过去。一会儿剩下的事情你自己跟他说好了，反正我们俩私下关系是好的，对吧？不要给自己家的那个招黑呀，咱们就是说你在这里对吧，你看真的很奇怪。行了，没事。那总在直播间 Q 其他人，你喜欢的那个人也不会开心的。反正
如果今天直播很那个的话，我一会儿就下播的话，我就删记录吧。虽然我从来不喜欢删直播的记录，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确实状态不太好。嗯，你不要，就是有一句你知道不好听的话，一句话叫“蹬鼻子上脸”。咱们说不要让我这样，不要让我说出这句话，就是我还没有真正对那个说出来啊。就是如果我不回你，肯定是因为你出了什么问题，我基本不会跳弹幕的，好吗？然后今天对跳过了。我正常是不会跳，但是如果逼我的话，咱们也那个嘛。然后就是想想，今天本来想去姥姥家那里住的，然后呢，外面雨下的太大了，然后明天又不想早起，然后就让六六收留我一晚。我好像要唱恋爱告急了。可以啊，跳恋爱唱恋爱告急。嗨，来晚了，我是小狗。没事，没来晚。没怎么，有没有正经一点的伴奏？对呀，我当然是最好的喽。恋爱告急的伴奏我有，你上 B 站搜，它有那个和声伴奏。嗯，彤彤可以开跳了。OK OK， 你也不喜欢早起床，我也不喜欢早起床，但是没办法，我们明天九点就开始了，我怎么样我也得那个那什么嘛，化个妆往学校跑。没事没事，来了就和对啊，来了就和我聊天，就正常聊天就好了，像朋友一样。就不你们就是我，其实我很想问，你们会私底下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让朋友不开心吗？不会吧，就是这样啊。今天七点起，八点考。我定的闹钟也是七点，因为七点起来之后要化妆什么的。没字幕吗？我不知道。哦对，基本没字幕，这种合成伴奏没有字幕。嗯，那还是会看脸色的。 OK， 会看脸色就好了。一般犯贱，特别是对小胡，就是我能分清楚什么是善意的犯贱，什么是不太好的，对吧？等会儿我再把前面的有个截个图，刚才有个截图没有截到，我要那个给徐涵发过去。就是我能接受你们去关注舞台上的我和直播的时候还有房间时候的我，但私底下就不要去找了，好吗？晚上好十一，晚上好。对啊，犯贱其实是每个人的日常，我和六六我俩也是这样啊。就是开玩笑的有度，对啊。当我再开始那什么，就是这样。其实这些话我憋了很久，你知道吗？总是有人替我说，但是我就觉得不能总让别人替我说。有些话我不真正说出来的话，他可能永远不知道为什么。是你。就是尤其是我甚至有一种我都可以接受你们去打探私底下的我，但是不要打探私底下我的朋友和家人就好，好吗？不是，没事，小白没至于那样，但是刚才已经让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就是我甚至可以接受你们可以来。虽然说这个行为不会让我开心，对对，不要去探究私底下他嘛。我感觉我已经在你们面前表现出最真实的自己了。什么什么就是有一些人跟我在这 FG。天真无邪，难道预言到了？我在来吧之前，然后呢，我的朋友在唱这首歌，结果我来吧了。无数事实场景，无言却难言的笑意。没电了，次难。对呀、啊，给我一点私人空间，我也不可能24个小时全都在专注这个。平时我也会当全职女儿的，平时我也是妈妈的小宝贝，我也是跟朋友私底下也是，咱们说你们做什么我也会做什么。对呀、啊、下次真的会骂回去，真的是忍了很久了，主要是今天人实在是太多了。好了，不提他们了。想想明天的话
我们哦，知道了。好，就是明天的安排应该是，咱们是一点之前结束吗？十一点感觉。十一点，好快，九点到十一点，应该是十一点就结束了。然后呢，拍拍照片，有可能和导师吃个饭什么的。然后估计不会弄得特别晚，就是不知道后天是几点。我就想知道后天是几点的话，我就能确定我哪我什么时候那个住在哪里。嗯，你们是不是有点延迟？怎么还在讲刚才？明天自己忙也喝水。好，现在就喝口水。现在是六六给我提供的茉莉，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对，大毫升茉莉花茶。啊，喜欢这个茉莉花茶。刚戴完雪糕，现在用来戴茉莉花茶。还有那个三得利的乌龙茶也好喝，那个我也喜欢。你喝那个吗？我喝，它有一个那个哎。大麦茶不是他哎，我看罗森有一个就是那个茉莉乌龙，还带是这个牌子的吗？不是，那个没事，明天咱们不就去罗森了吗？嗯，到时候看，上链接，给我上链接，三得利乌龙茶上链接，3321上链接，就是带点味儿的水，对吧？对，不带点味儿的话，有时候喝不下去。带点味儿，你就会莫名其妙就是喝，想多喝，对，想多喝的。为什么好就选三得利乌龙茶？不知道啊，我是单纯觉得那个挺好喝的。然后我还喜欢王老吉的凉茶，我觉得那个也好喝。三得利的茉莉乌龙哦，就这个的，它有一个不带甜味的，然后哦，我知道这个，因为它有一次打折，然后那个买两瓶一第二瓶半价还是什么的，当时买了一瓶这个。第二瓶半价。啊、哦，那就是了，那就是了，果然嘛，都是会第二瓶半价买的。晚点看一下翻白盒 ，OK， 好的好的。我要是太晚的话，我可能会明天回家门，因为就是今天可能要稍微早睡一点。那个甜很好喝，哦，可以。三得利那个茉莉乌龙，他们都说那茉莉乌龙好喝哎，明天可以去买一个，咱俩如果他第二杯半价的话，确实很好喝。OK， 但是它有点甜味儿，就可能第一口喝就有点怪，但是然后越喝就是越好喝，确实，我喝绿茶什么的也是。嗯，没事，看到这些我现在就买错了，买成绿茶了。喝完之后一口，哎，怎么不对劲？一看他妈绿茶。嗯，哎，我你说哈，其实我没有那么瘦，但是呢，你看我这个地方有个凹的地方。嗯，真的是。是的。圣诞节。真的是很那个，怎么会这样呢？嗯。我靠！圣诞节竟然有张碧晨版。张碧晨。哦 ，OK。我也喜欢张碧晨。看一下，打阴影很方便，你知道吗？化妆姐姐跟我说我不需要打阴影，因为她说我脸是细长款的，她说再打阴影直了，更长了。对，她就不让我打阴影。广州现在天气热不？我现在不在广州呢，家人。呆毛仔仔，第一次见到你，晚上好。对，我不在广州，我带个潜水镜吧，家人们，带个潜水镜吧。嗯，可是带完潜水镜之后怎么？算了，还是什么都不带比较好，什么都不带比较适合我。凭什么你是圆脸？所以说我就可以掐掐喽。好吧，宝子现在在哪呢？我现在在沈阳。小恐龙我不会换，不知道那个怎么换呢。嗯，我现在准备毕业典礼了。我7月2号然后到广州，然后那个到时候就要忙着青春时刻的事情了，可能那几天我的直播就不会很频繁了，好吗？就是答应了大家之后，青春时刻之后可能会稍微频繁一点，然后青春时刻前可能就想更专注于排一些舞台之类的，然后到时候不要太想我，如果想我的话，我可能会开语音直播，因为你们也不想看到我满头大汗，然后那个开个素颜直播吧。虽然说现在也是素颜直播，但现在不是满头大汗呢。确实，确实忙碌呀，想专注搞好自己的舞台，就感觉刚出道，然后就搞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就还挺那个的。
宝贝，你的口红的颜色确实是好淡，一点也不想，都在心里想，没事想就要大声说出来。30不上啊，哦，这30不上啊，我来不及时间。我把你的先拔一下啊。好，反正也没有手机在那。嗯。呀。就是那个，我肯定时间上赶不及的，因为学校这边你也不可能就是参加个毕业典礼就彻底结束了呀。好，我会回的，但是可能不一定会今晚了。没事没事，我觉得可能就是忙完这一段时间，然后就不会那么辛苦了。阿九在11那个群吗？嗯，11还有个群，怎么这么多群？让我看看。在呀，不怎么发言。哦 ，Onl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九那个是吧，一会儿加一下你可以吗？干嘛，怎么回事，怎么你们偷偷都要加好友？那我也加一下。哎，我今天穿了你的拖鞋，我的脚不疼，真的很神奇，我可以把你拖鞋顺走。没有没有没有，逗你玩逗你玩。但是我其实这两天在家一直在光脚。不加，为什么要加？光明正大 ，OK 吧？我现在坐在地上，然后呢，刚才本来想直接坐的，然后六六给了我他的论文，垫在屁股底下。你别加，可不敢同意。干嘛？干嘛？要是有正事的话，什么加一加也不是不行吗？反正都当着我的面，但是你们无所谓了。我是不会是那种他们谈恋爱不能跟其他人就是讲话那种人。加了你们觉得你们感觉吗？没事，这方面倒无所谓。我其实我有点无法理解，就比如说处了男女朋友之后，然后不允许你再跟其他人是好友，或者说给人删了，就好奇怪呀。我觉得这种恋爱观是不对的。对，家人们，我今天终于换了一个 T 恤直播了。因为对我今天还想说呢，我那个牛油果子 T 恤，因为那个是妈妈买的，我真的很喜欢，所以说我总穿那个，还有那个淡粉色的也是。佳怡控制欲太强了，是呀是呀，他想法偏了，不用在意。哟 ，OK， 那我就浅浅。卖一个萌吧，想念你的话，感觉拍照的姿势好像其实也就这样的。老公穿什么都好看 ，OK， 我也觉得我穿什么都好看。哇哦，哇哦，那天直播后回看你的消息。那天直播后回看才知道拿手指衣服啥意思的哦，我都忘了是哪个那个什么。好爱敬礼，我也确实就是很爱敬礼，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可爱。然后呢还有什么，一般有什么脱脸之类的。Merry Christmas。 哦，以后拍立得就可以用到很多动作了。是的，我拍立得你知道吗，有一张我这样的一个姿势，就是我的青春时刻的青春盛典的姿势，一个这样的。其实我想给大家表示的就是那种很酷的那个耍枪的姿势，结果姐姐说我这个姿势像抽烟，然后说让我给画一点图案什么的，我画了一个爱心好像。哎对，其实我有水着的那个幕后花絮的照片，其实水着没有选我喜欢的照片，我有个水着有个戴帽子那个照片很好看，然后呢我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不选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很喜欢，我觉得很酷，他没有选我那个。什么时候演一下你们干嘛。一天几根呢，太天了，就是那个，就是当时我别人那个，我第一个收到我自己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当时震惊了。我说为什么要选这张照片？因为那个动作好像是我第一个动作，
就是当时很拘谨，谁想到啊，谁那个谁家新人刚出道就选那个拍水卓，还选一个第一个照片，水卓大家都没选到自己喜欢的当生鞋。是呀，我那个戴帽子真的很好看，他们当时是小桃他们给我拍的，主打一个反差样车，可能是吧，我觉得他严重就是选那个我的什么公司照什么的，就是主打反差，就是想啊，在八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丑丑的样子，然后出道之后越来越好。好 ，OK， 可以接受。如果是这样，可以。哥哥选的也正常，可能是不好说。什么不好说呢？有一片，有一片。确实喜欢你，可能是直男审美。怎么回事？你是瞧不起我们？直男，那个帽子拍出来确实很好看。对，我可以发吗？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发，我看看，就是发到我的个人相册里或者怎么样吧。那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发，反正就是以后可能那个。梦会员。哎，其实我那阵儿那个，你会唱别找我麻烦什么的吗？那些歌也可以。别找我麻烦。对对对，我觉得那些也可以加到你的歌单里。对，还有什么歌？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对，没错，就是这首歌，没错。照片这个东西发应该没问题吗？这我不知道呀，就是我怕到时候被姐姐拽过去。可以，已经公开的升级。别找我麻烦，别找。已经公开，那个也不，那个好像不是不公开。水卓生姐出来了，基本发出来没啥问题。好的，那我过两天吧，再过两天，等我青春时刻之后再发吧，好不好？那个时间之后肯定就过了。但是我没有看到我的青春盛典的那几张拍立得，不是哦，拍立得，反正就很好看，一张比我水卓拍的好看。就是这套衣服，如果官方没发就不能先发。哦，是这样，明白了。那我可能要再。戴帽子的那一套他也没有发过，他不会以后还要发吧？不会吧，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一下，不敢发，我还是别问了，感觉姐姐日理万机，忙的嘞，等以后有空的，那可能要青春时刻过去了才有。哦，要青春时刻过去了，青春时刻也就七月中旬差不多，是不是就都结束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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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帽子那个是总选那封生写吗？不是，那个就是水卓。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散。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那种下雨天。在身上，哦。我也喜欢这首歌。快走开，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快走开。下雨天来杯酒，来，老飞上。什么啊？上链接。上什么？上那个有个酒叫什么飞什么酒来着？飞利是。飞是吗？飞，想不起来了，不到了，不知道，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只知道我的大学同学说那个纯生那个酒，然后跟服务员说，服务员来瓶重生，当时给所有人都逗笑了，真的很搞笑。你们懂吗？就那个他说服务员来瓶重生，很搞笑。什么？对啊，配点小酒真的很适合。遥不可言的下场，哦，乌云快走开，知道我不常带把伞，估计是个句句是谁呀？ 不是，他是男的，他是那种，他是金鱼。啊，对，他是金鱼，为什么？因为他眼睛很大。服务员重生不了一点，重生，我懂了。对，这首歌是我的声乐老师说让我唱的，就巴黎的声乐老师。
可以安排你青春时刻我的住所了。什么住所呢？哎，刚才前面好像有一条触电的那一条，触电的那就该没有我啊，不是我的青春时刻是触电，老孙。九零。快走开！一会儿这一场直播之后我就删掉了。拜吧三，因为我感觉刚才前面的情绪不对。雪花纯生勇闯天涯，对对对，好像是这个。然后反正他当时就跟服务员说，就很搞笑。朋友家他正好看别人，是他看谁呀、啊？他看的是谁？不会看的是，也是梓潼吧？没事的，又不是你问题。可是我就觉得不太好嘛，我还是删掉吧，好不好？看不到今天直播的人就亏喽。哦，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前辈是谁。嗯。哦，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前辈，是我们五颜 C 的，是，我知道了 ，OK。不会和你看一个人，为什么？怕有争抢的感觉是吗？好的吗？都听老公的 ，OK。我直播到什么时候？我直播到15好吗？15再给10分钟时间，好不好？CKG 一姐不知道，哪是、啊？当然不是了，一时没反应，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缩写，就是确实是有点。干嘛？我小狗别错过是我狙了吗？噔噔，他喜欢看甜妹，哦呦，这种哦，那确实，甜妹这个东西，咱说，哎，我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我第一次考核的时候是那种甜妹来着，我第三次考核的时候走的就是有点暗夜风了。甜妹也可以来看彤彤，对呀对呀，我第一次考核跳必杀技的时候就很甜，她去年就是一姐，真假的？必杀技哒哒哒，必杀技哒哒哒，连我朋友都会了，这首歌太洗脑了。嘟嘟啦，酱酱。但是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他这个调子，是在清晨的上学路上玩耍。我当时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以为他跑掉了，你们谁懂？想跳了，想跳的话，我想想，其实我还是喜欢跳初日，想跳借口了，想靠近，请相信。心跳是因为有你的甜甜，我忘了怎么唱了，因为有你的。世界，我的存在，晴空万里，别怀疑，别担心，我试着鼓起那一份勇气，就算是朋友关系，那就再继续努力，化作借口也愿意。对，这首歌是借口，初日也想。我记得那个借口里头有一段是害怕坦白你会离开，痛苦在心中留下印记。荣耀日也好听，对，荣耀日也好听。啥时候能现场看到邓总跳扭屁股那一段？哼，看我站位吧，看我的站位。我最近我不知道下一次我青春时刻那场站位会站哪个位置，看有没有前辈请假，没有人请假的话，我可能就站自己的16号了。看看吧，到时候青春时刻闲会跟你们说的。但是你知道吗，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是就是我的7月6号我青春时刻，然后7月5号的时候跟老师跟我说你去补什么位置，然后我可能7月5号那天是彩排，所以说时间卡得很紧，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到时候问问老师吧，好吗？ OK， 你要扭屁股。我和你喜欢的兴趣却不在同一个频道，于是恋爱方式该怎么去讨好？不在意你神秘的行踪，让我四处去寻找，结果相似的背影成为了目标。大不了站去见，干嘛你也要跳是吧？对了，知道站位告诉一下。OK。
到时候我就发到我的那个小神龙聚集地吧，好不好？因为以后我就想把小神龙聚集地放到，就是告诉大家我的站位啊，还有工作安排啊，还有业务上面。大家就知道站位景点。嗯，还好。OK OK， 好的，好可以的。嗯 ，OK OK， 以后可能青春时刻忙完之后就多多开业务了，就是主打的一个就是我爱工作。你会下播了之后可能再跟朋友聊会天，然后就早早睡觉喽。因为刚才不是还进来了一个朋友吗？那个朋友也是好久没见了，开个头像需要换头像。哎呀，可是我美术天赋不是很好，怎么办？我的那个美术的天赋，咱们说有待加强啊。叫业务说一声，统计一下。OK， 你们有没有什么业务推荐啊？哎，要不以后我自己做一些 DIY 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小发夹呀，或者是什么别的手链之类的。但是那个的话，得到线下来看我才能有，怎么办？没事，不嫌弃我画的丑，我自己都难以入眼的那种程度，怎么办？需要手链，真假的？如果要是真的很多人的话，那我就到时候买材料，反正我会编这种东西。但是是初中还是小学会的，我现在有点忘了，应该是复习一下就能想起来。手链卡子都行 ，OK， 好的。上次过生有人就忘记在那抠鼠，哎呦，没事的，我应该不会的。如果能收到，以后天天上学带，真的吗？可以。那要是真的很多人要那什么的话，我就开这个业务。那你是不是别人就是说，是不是有什么女朋友啦，天天带你什么橡皮筋什么的？业务能有线下挨揍有关的吗？怎么直接过来 S 属性大爆发是吧？就是说我上班得那个带个皮带之类的是吧？搞这个，搞得很奇怪。幸好今天直播要删掉，反正已经无所畏惧了，我就放肆说了。就是给大家展示最真实的我就好了，所以说就很好。大家都是变态，确实，你可没说哦。对呀、啊，你引导我说，没关系，我就是这么变态，反正大家都知道。嗯。到时候，那我就多多搞一点吧。但是设计签名什么的，我觉得我应该 OK。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应该还可以。什么线下的时候喊主人是吗？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你在喊我吗？对，喊你。好，一会儿下播的时候我就喊你，你看你敢不敢应，好不好？哎，我知道了，等那个、啊、等咱们聚会的时候，然后赌，可以赌。可以赌，我心里想的只有荡秋天一喊。可以，业务太多怕你太累，优质典型 OK， 我就是适当尽力行，设计签名可以的，可以呀、啊，我设计我，但是我只能设计就是应该是 ID 才可以吧，应该是这样的。相信一个音乐生的签名。我会感觉这话说的好不太对，如果是美术生应该可以。哎，你要不要把那个小马儿冲冲放到你的歌单里？小马儿冲冲，我现在勇敢的冲冲，那咱俩一起来唱，太好了，终于有人陪我唱这首歌了。真的，家人们，我在广巴那边唱这首歌，没有人懂我，但是在这边就有人。能跟我一起唱小马儿冲冲，美术生也不行的感觉，信不了，可以，必须能信我，我写字还可以的，就是很标准的字体。祖银你来看你了，祖银、啊、干嘛还让我念出来。我现在唱，跟我朋友一起唱小马儿冲冲，唱完之后就下播，因为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祖银起床了，祖银。
应该哎，可以开个那个，就是那个起床，祖音起床啦，祖音。起床了，祖音。会画画和写字只能有一个，那我选择会画画。东北女仆，笑死。东北那嘎儿的。东北那嘎儿的的。那一年山花起烽烟，是先白马的中穿线，我会歌词了。那一年就此留念，没事我不用歌词。少年曾成为战场两通天，梦想一直在身边实现。副歌了，小马儿冲冲，勇敢的冲冲，别害怕赤色风的一往无前，快乐的炽热的坚定的纯洁的决心，去闯进去闯闯人间。每个人都忘歌词了。小马儿冲冲，让远方冲冲，别离开七千恶语中赏光眼，历尽了年年岁岁月月，天天朝朝暮暮，愿你余生看遍繁华三千。哇，星宇唱这块用，哎呀，干嘛总叫我这个名啊？为什么不能叫我的大名用子彤哥哥也可以啊？会不会是可爱的？没准吧。还记得星河中初见，你割下最美的画面，曾携手作战共并肩，闯进明天，总以为能陪伴永远，怎奈何世事多变迁，散落天涯各一边，想念。小马儿冲冲，勇敢的冲冲，终有天你会登上荣耀之巅，怀揣着炽热的清澈的坚定的纯洁的初心来看历人间。小马儿冲冲，小远方冲冲，说好要相遇故友顶峰相见，历尽了年年岁岁月月，天天朝朝暮暮，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哎对，今天是小马生日。沿途的风霜也无法阻挡，哎放哪了，一心追逐的信仰，所有的荣光全都是过往，再是长枪争锋吧，天吗你就要来一个高八度，未敢忘，身未动四方，小马儿冲冲，勇敢的冲冲，此行有诸多美好值得眷恋，怀揣着炽热的清澈的坚定的纯洁的初心来开瑞人间。小马儿冲冲，向远方冲冲，待转身轻易不觉落花满肩，历尽了年年岁岁月月，天天朝朝暮暮，这个往上走的随风世界，家人们好久不上不会了。三千繁华翩然为你开遍。我要下播了，家人们，今天也是懒羊羊生日，真的吗？懒羊羊生日快乐！懒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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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都是懒羊羊，对吧？懒羊羊，家人们，我要下播了，好不好？再见。有没有人跟我 say 拜拜呀？没有人 say 拜拜的话，就到我分别的时候，我就下了，可以录了一段，真假的？可是我觉得我唱的没有那么认真，可不可以等明天或者是等以后再唱呢？要到了分别的时候了，好，会开心的，拜拜。开心的时候总是短暂的，拜拜拜拜拜拜，家人们。嗯，好好好的，明天都会顺利，大家也是，拜拜。拜拜。